人間の立場から見ると、便利さという点から見ると、やはり田舎より都会の方が暮らしやすい。喧嘩の原因なんて、第三者から見れば、くだらないことが多い。現在の経営状態から見て、四つ場商事の再建には時間がかかりそうだ。彼は、能力、人柄、その他すべての点から見て、 プロジェクトリーダーに適任だ。くだらないことを言う。くだらないことに金を使うな。くだらないやつ。くだらない心配。くだらない話。なんだくだらない。好大家好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カラミまト 哦，这个卡拉是从，那你前面放名词，所以从什么地方？米鲁哦，米鲁是看，那你后面加这个偷是的话，哈、哦，所以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话，哦，卡拉米的吧，哈、哦，一样哈、哦，这个改成八型八型是什么的话，所以卡拉米的吧，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话，卡拉米的，哦，从什么角度来看哈，您跟哦塔吉把卡拉米鲁偷，哦。 好，卡拉是虫，所以从，银根就是人类哈，从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立场，密度是看，哦、啊，阿托是德化，所以从我们人类的立场来看的话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句型很简单哈，我们下看，好，我们看第一句哈，Benisa toyo 卡拉密度托，哦、啊啊，卡拉是虫，密度是看，托是德化，所以从什么角度来看的话，那托语我们可以直接翻这个，哦、啊，所以从。 这个来看的话，好，那看一下前面的，好，这个便利便利是方便，那便利啥？哈、喔，我们说这个加这个啥？哈、哦，易形容词去一加啥？这个啥代表程度大小？OK，好，譬如说，omoi，嗯 o 是啊 o m 是很重的，很重的，好，那我们去一加啥变成什么 o m o 那我们说重到什么那个沙，我们说程度大小嘛。那你重到什么？你重重的大小，重到什么大小？什么就是重量。所以这个 omosa 就是重量哦。原本的 omoi 哦是很重的，那我们改成 omosa，那个沙代表程度大小，所以这样就是重量哦，重量。好，譬如说阿卡路易阿卡路易是很亮的，哦，那改成阿卡路 l 哦、阿卡路伊是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房间很亮的这样子。那你去一加沙，这个沙代表程度大小，所以阿卡路沙叫什么？亮度哦。我们那个灯泡，电灯有那个亮度哦，类似这样子哦。那该伊，那加一是很长的。好，那我们去一加沙变成程度大小，然后那该沙叫什么？长度哦。好，一般哈、哦，所以一般是意形容词去一加沙。 好、哦，那如果如果你是那形容词，吼，直接接那形容词，直接加沙。那你这个便利是方便，那你直接加沙，便利沙是吗？我们说这个沙是翻程度大小，你也可以翻什么度，你也可以翻什么性。所以便利沙你可以翻什么啊？方便的程度哦，还是什么方便性？好、哦，方便性。哦。那重点是你加沙之后，它会变成名词。哦，重点是它会变成名词。哦。o、okay、k 好，那我们往下看。好，那。 这个便利，那形容词加沙哦，是吧？便利沙是吧？嗯，我们说那个沙程度大小，你可以翻什么度啊，什么性？所以便利沙什么方便性哦，方便的程度。Toyo 这一个卡达米古哦，所以什么从方便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哦，从方便性的这个角度来看，Yahari Inakayori t o k a no Hoga Krasiasi 哈好 y a h a i 是果然。 伊纳卡尤里哈，尤里是比哈，因为尤里是比前面的东西，那伊纳卡是乡下，所以果然比起乡下，Tokai no h o a 哈，好这个都会哦，都会就是大都市哈，大都市那后是哪一边？所以大都市这一边哦，那刚刚前面是主持，所以大都市这一边，Kurasia si 好我们看一下，好这个 Kuras 是过生活过日子哦。 好那我们动词连接型加雅思一是什么容易哈？那、哦、五级的句型哈，容易做什么？好、哦，那这边雅思一是不是便宜哈？这边雅思一是这个易哦，容易的易，但是它这个句型不写汉字哈、哦。所以动词加雅思一是容易做什么？好、哦，所以你这边古拉西雅思一连接型加雅思一是什么？哎，容易，容易什么？所以容易比较容易生活哦，古拉西雅思哎比较容易生活，因、哦、为比,比较方便嘛，那個、大大都市，那个空宾力比较多哈。 便宜，它这个便宜商店比较多，所以它比较，哦，比较容易过生活，我、哦、没有好，再看一下，好，Benissa 是什么？方便性哦，Toyo 这一个，好，Kara 是从，所以从方便性这一点 m i d d l To m i d d 是看，好，To 是的话，从方便性这一点来看的话，雅哈里果然，伊纳卡尤里果然，比起乡下，Tokai no Hoga 哈，那个都大都市这一边，Kurashia c i t 哈，是比较容易是过生活的，好，那我们往下看。 喧卡の原因なんて第三者から見ればくだらないことが多い。哦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喧卡是打架还是吵架？哈，原因是原哈、哦、原因哈、哦，所以吵架的原因なんて是等等之类的哈、哦，等等之类的哈、哦。所以，哎、欸，他们吵，他们两个人吵架的原因哈、哦，有没有等等之类的啊、哦？第三者から見れば哈，から是从哦。 好，密度是看我们刚才灭把是德化。哈，所以，哦，他们两个人吵架原因哈，从我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哦，库达拉奈哈，库达拉奈是很无聊的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好，库达拉奈是很无聊的，或者是没有用的，或者是废物的哈、啊，很废的，哦，没有意义的，没有价值的哈、哦，再感觉是很无聊的，然后没有意义的哦，或者是没用的哈、哦，很废物的这样子哦。 那我们来看常用的惯那个惯、哦、用句 g o o d l a na kotu yu 哈，就是什么，kutala 我们说什么无聊的嘛，或者是没有用的，还是很废的哦，所以讲一些就什么就讲废话啦，讲一些没有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，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就什么讲讲废话哈，讲废话 g o o d l a na kotu yu 就讲废话。我们看一下 g o o d l a na kotu 哈是吧？啊这个啊很废 c o d t u 是事情嘛，所以很废的事情哦，或者是什么。 很无聊的事情，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好，你是对象。那这个お金を只靠是什么？使用钱就花钱哦。所以这个你是对象，在什么事情哦？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面哦，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花钱。好，那你这个连那个什么动词原形加呢？我们说什么？就是命令型啊、哦，否定啊、哦，就叫人命令型，我就叫人不要不要干嘛哈。譬如说，哦，那命令型通常讲凶一点会比较有感觉哈。譬如说，you な。 油楠是吗？不要讲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啊。有没有？不要讲了，或者是台北乳楠，台北乳楠是吧？不要吃的啦，不要吃的，不要再吃的，那么胖了再吃个屁，有、哦、没有？这样子，我、哦、没有看到。懂？澳门楠，澳门楠是吧？不要想了啦，哦，不要想了，不要再想他了，都分手了，都失恋了，被甩了，有没有？哦，OK，好，所以这边看过来哈，所以卡尼奥只卡欧楠是什么？不要花钱哦，然后你你是对象，花在哪里？ 哭哒哒那也倒。到哈，哭哒哒还是什么没有意义的哈，或者是很废的哈，所以不要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花钱哦。叫、就是、什么？懂哈？那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啊？不要乱花钱呐！不要乱花钱哦！不要没有打下去。哭哒哒那鸭子哈，我们说这个哭哒哒可以有什么没有意义的，还是很废物的哈。所以，它以那鸭子是鸭子是什么家伙哦？鸭子是我们中文什么家伙？所以这是什么？哎、啊，没有用的家伙啊！没有用的家伙，没好，没有用的家伙就什么？就废物哈。啊 所以，库达拉奈鸭子就是废物哦，骂人家废物啊、哦，没有价就废物啊、哦。下句，库达啦奈心拍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库达啦奈有什么？还、哎、有这个什么无聊的啊、哦，或者是没有意义的、没有用的哈、哦。所以库达啦奈心拍就是這種哎，哦，无聊的担心，就是说，哎，不必要的担心的、啊、哈，哦，没有价值的，比如不必要担心哦。看一下，库达啦奈哈纳西哦，库达啦奈还有什么无聊的？所以什很无聊的话哈。哦 无聊话就废话，或者是没有意的话，就讲一些废话，有没有？那句“难打库达拉奈”哈，“难、哦、打”是啊、哦，怎么的？我们中文的“怎么”的意思哈，啊、哦，怎么哈、哦？那“库达拉奈”是无聊哈，所以讲“难打库达拉奈”哎、欸，怎么会这么无聊啊？哦、真无聊、啊，真没意思，怎么那么无聊这样子？好，那“库达拉奈”的意思大家懂了哈、哦，这就是字典例句了。那你常看日剧的话，常常听到哦。好，那么往下看哦。 那你看，枯燥那也枯燥，什么无聊的事情啊？枯燥那也可以翻无聊，还是废物的，还是无聊的哈、哦？所以无聊的事情，它 all a 是很多哦。所以什么哦，都、就是吵架的原因。哎、欸，他们两个人吵架的原因哈，那、哦、得是等等之类的哦。如果从我这个第三者来看的话哈、哦，就是很他们吵架很多都是很无聊的事情哦。現在呢，K 九台卡拉米的。 有知巴秀吉 a 塞克尼瓦，一干个卡卡里索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卡拉卡拉是虫，咪鲁是卡、哦，所以从什么角度来看？所以从现在的经营状况来看、哦，哈，从现在他这个公司的经营状态来看，有知八秀吉，哈、哦，好，事业，哦，这个上市就是这个商业公司，哈，啊，那有知八秀吉、就是，哦，事业上市公司，哦。 OK，哦，这是个名字哈、哦，塞肯尼瓦哈，它、哦、这个塞肯是重建哦，那这个没有，所以从现在的经营状态来看哈，那、哦這个公司的经营状态来看，他们不是很赚钱哦，还在亏钱哦，所以这个事业上市哈，就是什么商业公司还要要重建的话，你看刚刚卡卡利受打哈，我们看一下。 你刚刚卡卡鲁哈，卡卡鲁原本是花钱花时间自动词。譬如说，啊，我昨天花两百块哈，所以二百日元。がかかりました。好，二百日元がかかりました。哦，好，所以你这个卡卡鲁前面是放钱还是放时间？花钱花时间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钱跟时间的话，就是什么？你刚刚卡卡鲁就是什么？很花时间、哦。这个片也是很花时间。 我看那个卡卡路是很花钱哦，譬如说，哎、欸，我昨天花两个钟头看电影哦，你几敢啊卡卡里哈？哎、哦欸，我花两个钟头看电影，哦，看电影花两个钟头，哦，还是哎、欸，我花两百块，可是我前面真的放钱跟放时间的话，是什么？花很多钱，花很多时间的意思哦，这样子。 所以你这边的几干嘎卡卡鲁是什么？很花时间。那我们连接型在哦，动词连接型在感 o、so、是看起来好像哦，所以几干嘎卡卡 so 哦，所以看起来好像要花很多时间哦。那你 so 后面加哒是肯定哦，就是肯定，所以哦，有没有，所以卡拉米得从从哦这个公司的现在的经营状况的这个角度来看。 那这个事业哦，这个事业商业公司，如果他们要塞 can，就是他们要重建，那你你是对哈、哦？对于他们重建的这件事情哦，那这个哇后面哦，我后面是强调，主持后面说明哦，对于他们要重建的这个事情，那个你可以反对哈、哦？对于哦，他们要重建这个事情哦，so 是啥？看起来好像要还要再花很多时间哈、哦，因为好像不是很赚钱哦，这样往下看。 他咧是能力、人、从其他、すべての点からみてプロジェクトリーダーにできねんだ。我们看一下，哦，好，からみて是从什么角度来看，哦，所以他咧是，他、啊、那从他的能力、从他的这个能力、人、从他的人品、その他、その他是啊，其他的すべての点，哦，所有的点，哦，能能力和人品。 按其他所有的点，克拉米德从其他所有点来看，j e 布罗 d o 岛啊，布罗的计计划，尼达领导人哈，所以计划领导人 e 尼德克尼达啊，这个适任就是适合担任，啊、哦，为什么？从他的这个能力、人品，还有其他所有点啊、哦，他是很适任、适合担任这个计划团队啊，这个计划领导人。